我1999年参加了高考，非常高兴考上了湘潭大学。我小的时候父亲一直跟我说啊，北大很好很好很好，我也一直很想考。在读大四的时候考过一次，但是那时候没考上。我是公司创始人兼 CEO， 去年感觉公司运行也很稳定了，就把时间安排出来啊，参与备考，追逐自己心中的年少的一个梦想，也是父辈啊那一代的梦想。6月底的话就收到的通知书，很激动的，村里面的人告诉我的，我是我们村第一个上北大的，20年了重返校园。我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够给每个追求梦想的人带去一些正能量，一些鼓励。